这个球投手反手捞看看，没有接到之后，二垒手在二垒垒包后方接球传一垒，来得及，爆追准，哇、哦，林志祥这真的厉害，厉害，这眼见看起来是没有机会了，哇，这对投手来讲有很大的鼓舞效果。这个没有拦下来，穿过去一分是绝对没问题。对，因为滚动的速度了哈，比较慢，而且形成内安打也很有威胁性。对，这个球强大森试着反手捞看看，没有捞到，但后面还有个林志祥，哇，已经跑到游击这一边的，哦，标准的越区办案，厉害。重点是赶快刹车之后甩往一垒，来得及，哇、哦，所以了，为什么棒球选手了哈？